家人们好丢脸啊！很多人都知道皮皮很喜欢跟别的小狗玩，但是你绝对不知道皮皮到底有多喜欢。我们今天在小区里面偶遇一只小逼熊，然后我跟主人愉快聊会天，真的好小啊，但是它这个小体的还是正常的。聊了一会准备走了，皮皮他死活不走，死活不走，怎么喊都不听。过来皮皮。更过分的是别人主人都把他抱起来了，他在地上求别人把他放下来，谁懂？好歹是几万块的狗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经常有人问我皮皮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，不用了啊，下次来的话带狗过来就行了，他自己会跟你走的，不用麻袋，太麻烦了啊。